看来他的心里头可真是有了你了，这心走了，身子也留不住了。姐姐，我……嗨，以前我说过那些难听的话，你就别记在心上。我只是想气气你的，什么包养不包养的，就是当我没说啊。别记恨我，爹。啊。 翠卿，你说，这振生和穆小姐的事儿，就随了您的心愿吧。这话又说回来，不随您的心愿也不行，不是？翠卿啊，哎，我知道你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啊，该说的你说，啊，别那么多啰嗦，成吗？成，那我就做主了，您选日子。 言语两家给他们单立门户，咱八抬大轿把穆小姐接到余家。我看行，这不是随您的心愿吗？翠卿，我还有话说。你有话留着跟穆小姐说吧。